最佳精彩镜头奖。Hello， 全明星运动会的成员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李奇明。Hello， 全明星运动会的选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台南两位的选手最让我敬佩的就是，他们从原本舞台上的表演者，变成运动场上互相拼搏的竞赛者。他们每场比赛都拼尽全力，而且真的都非常的热血，让我真的非常的佩服，带给我们无数热血万分的精彩画面。就算是我们在接触到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，我们也必须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才能熟悉那项运动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。年度最佳精彩镜头奖得奖的是挡下每颗球，扑每个球，奋力跳，这是我觉得我能为大家做的。选秀的顺位没有太代表什么，我是一个非常努力学的人，不管别人看不看好你，你都一定要相信自己。谢谢全明星运动会，就是让我从一个一开始进来还有点没自信、有点害羞的女生，训练到一个就是上场毫无畏惧，可以面对每一场比赛。我觉得心灵的成长是最大的收获。然后非常谢谢红队、蓝队、黑队、绿队，让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奇幻之旅。就是这个比赛真的让我非常的难忘，可以把这个团队精神跟运动家精神传达给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，是我们最大的荣幸。谢谢大家。我真的要很感谢所有人，然后让我知道，我自己也是办得到的。然后相信每个人，只要你相信你们自己，就一定办得到。相信自己有时候很难，有时候很简单，但就是持之以恒，坚持不放弃。然后，耶！